天再见吧。晚上七点，我改一个标题，七点见，好吧？我等会儿下了改个标题，我先下了吧，我。我没呀，不是，我那个是说，是粉丝数，粉丝数，但其实。多少点赞啊？1.2万赞，还行吧。今天这么早播，我1点钟就播了，7点不早了，等会儿九点就下了。我今天1点播到4点啊，本来说5点开播。播到9点，4个小时，但是今天1点播到5点，已经4个小时啦。然后我等会儿7点再开播，我今天算加班了。哼，令人羡慕的点赞率，这点赞率还好吧，也不是特别高呀，这也不是特别高呀，那还行吧。我看米米几点发的？11点半发的，怎么没给我上热门啊？我这。这是我3月第一个视频，第二个视频应该就是那个开车的视频了，第三个视频是我近视的视频，第四个视频是我跳舞吧，发个跳舞的吧。这件衣服有链接吗？这件衣服就是那个13DE 的那个牌子的，你可以搜一下。但是现在已经春天了，你可以去买他们的春款，这个都算是秋冬款了。我是玩的时候顺便开播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别的主播玩游戏播游戏，那不也是玩的时候顺便开播吗？猛男能穿我这一件吗？可以，穿了特别可爱。可以可以都可以。没有45万人，现在还是44.9呢。能读你吗？读都可以读。那我们差不多10点钟到那儿吃，然后应该差不多吧，我感觉。哎呀，如果结束了大家想先喝点，我们也可以找个地方坐哈。不就变变变巴巴巴啦巴巴啦巴啦巴巴啦巴啦变变变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波波，所以说就不说了。bang bang bang， 大树没跟我一起，他先走了，他有自己的事情。
朋友们，我下车了，我要下班了，大家拜拜哟，我们晚上七点再见，好吗？晚上七点再见喽，拜拜。变了，就在这旁边停就可以了。嗯，对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那是干嘛呢？先去买点吃的，因为我有点饿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是饿了还是坐车晕车了才那个的，因为我晕车了，我就会想吃辣的来压一压。压压我体内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。哦吼！我喜欢吃的那家店已经倒闭了，我操！我先看一下啊，为什么不是甜的？嗯，这个辣的闻起来好香，闻得流口水辣。哦吼，我想吃的那家蛋卷变成蜜雪冰城了，我靠，变蜜雪冰城了。我跟你讲，丹迪尔。哇，学生哎，好久没看到学生了。哇，是学生哎。好冷啊，还要切，等一会儿吧。臭豆腐要等吗？我要一个小份的狼牙土豆，要麻辣糖醋味的。哦，扫码点。理都不要理他们。不用等很久吧，这个应该。小七，过来干嘛？过来。小七，过来干嘛？没赚到钱，在你看的时间没赚到钱，进去等。在哪？前面那个。这个我没办法备注，我要的是麻辣糖醋味的，加糖和醋，对对对，麻辣糖醋，好了。哦，又有人了，生意好。点点什么呢？哇哦，这个是辣的是吧？对，切不切？我们肉好了吧？没有，还有半分钟了。多少钱啊？你干啥？这干什么呀？多少钱？10块。谢谢吃吃的飞机，谢谢吃吃的飞机，谢谢吃吃，谢谢吃飞机。猪头肉啊，我搞个猪头肉，是猪肘子还是猪头肉呢？是猪肘子还是吃猪头肉啊？我不能都要。猪头肉嘛，你在忙啥 ？OK， 那就吃猪头肉吧。我点一下。
可不要盖楼嘛。拿两个那个鸭胗，有个鸭胗辣的是吧？嗯，辣的。还有啥？猪头肉。猪头肉。哇，有点大，有小的一点的吗？这个是那份卖的，25块钱一份。哦，好。然后拿四个鸭翅，鸭翅吧，两节翅。嗯。OK， 好了。多少钱？总共55，还是买一个鸭子坤送你两个鸭脖。嗯。现在55了。拿根香肠，然后还有什么2块钱的？香肠只最少的是3块，面筋也是3块。我不要面筋，然后拿个那个鸭脚、鸭掌。鸭掌。对。好。多少钱吧？总共61块5毛。等一下。欢迎使用支付宝。欢迎使用支付宝。切一下吗？切。那这是土豆吗？哦，还在拌是吧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可以啊，我觉得你那个也可以。谢谢哦。这是炸出来吗？这个房子照是照的跟这个是吗？好，这片子都好老呀。拆迁安置楼啊。打包。好想吃。那新的现在没饮料。好，谢谢。我都有双餐了，还没好呀，还在切呢，买的有点多，不知道吃不吃完，努力吃。啊，这个拿回家吃。那猪头肉可以弄饭吃。哎，说起来我的电饭煲现在还没买。还没好。我之前喜欢吃这个爪子，但是后来不行，我觉得有点太咸了。这么早啊，驼子姐？没有，驼子姐已经准备下了，7点再开了。谢谢吃的9张办卡。好，谢谢朋友们，赶紧走，没有水喝，等会下来买个饮料吧，买个比较好点的。这脸为什么直播看起来这么黄呀？我本人没这么黄的，我靠，受不了。这边只有蜜雪冰城，里面应该有其他的别的吃的，等会看看。摸鱼喵，摸鱼喵，好可爱啊，这家店全是猫猫狗狗。浪子那带过诺西干那弄西干那个变变变。葱油饼儿，葱油饼儿我也有点想吃。葱油饼儿，葱油饼儿。
变变变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不不不不不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变啊变啊变，变啊变啊变，我下播了，你们好重哦，下播了下播了，拜拜。